爱是一个意念，也是一种行动。没有行为的爱是死的，
有些看似良善的行为，如果没有真实的爱在其中，也是枉然。如果爱的本质是有条件交换的、有限的，爱到最后终究会变质，不但与人无益，反而成为伤人的利器。圣经中提到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世界上唯有主耶稣的爱是完全的，不受时空限制，永不改变的。他爱义人，也爱罪人。他与我们同喜乐，同哀哭。他无时无刻的陪伴、保护、支持我们，使我们的心灵永不缺乏。跟随主、信他名的人，不只是接受他的爱，更要成为神的器皿，将我们从主所领受的各样恩典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
彼得后书一章3-4节。